看看着昨天总理的任命了，下边就是该大使了。大使完了，你这临屎代办就临到头了啊！进秦城了，回去就吃屎吧。进秦城临不上了，该去秦城了。虚位以待呢？回去啊，老老实实反思，不要他妈的一抬腿一张手就知道人家穿啊！老老实实做人。没钱没事攻击你啊！你长得漂亮啊！臭不要脸的，长得跟粑粑没什么样，没吸引力，制造冤假错案啊！谢谢呀。